今年夏天对王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新专辑下野了，王源在音乐上慢慢有了自己的风格。黄思睿不是王源的第一个 MV 女主，但却是第一个露脸的女主角。最近有消息透露，王源 MV 女主角想要借势与王源炒 CP， 但王源的团队很排斥这件事情。在王源 MV 发布之后，女主角黄思睿大大方方承认了自己就是 MV 女主角，说这是他最最最爱的歌。黄思睿还专门发了一篇小作文来回忆拍摄 MV 的美好经历，表示拍摄 MV 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就爱了，感叹了写歌的人是多么有才。这也是在间接夸王源，毕竟歌是王源写的。黄思睿不是第一个与王源炒 CP 的人，与王源第一个炒 CP 的是欧阳娜娜。王源与欧阳娜娜一起拍摄过电视剧《大主宰》，还一起录制过《王牌对王牌》，他们还是一个学校的同学。王源几乎没有在镜头前提过欧阳娜娜，不过欧阳娜娜经常在镜头面前提起王源。